第33题，下列四种不同的元素在常温常压下，何者的性质和其他三者之差异最大？我们看到 ABC 都是金属，那铢是非金属，金属是电热良导体，非金属呢通常是不导电的，而金属有延展性，那非金属没有延展性，所以金属的性质跟非金属性质差异很大。所以第33题问我们说，在常温常压下，何者的性质和其他三者之差异最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铢，0。